好，那个我们这边的其他同学有没有准备哪些觉得会保暖的东西？有， okay. 我这边有。你看起来穿起来好冷哦。这是我们宝宝用的这个湿纸巾加热器吧？其实这个东西是用湿纸巾，小朋友的。哦，它是可上面有个加热的，所以抽起来纸巾是热的。它这个是家庭用的。加热之后要干嘛呢？它这边可以有加热，没有你冬天宝宝换屁屁，然后要用湿纸巾擦。对，一般我们都要去弄热水，然后再擦屁屁。怕小男生有时候太冰就尿出来。哦，了解，所以这是 for baby 的就对了。没有，女生像你那个这个是比较大型的，然后我像我啊，就是生理起来女生出去就会用那个湿纸巾哦，就擦。对，它其实是有另外一种是那种。盖在那个湿纸巾上面的，可是我那个用坏掉了，所以我没有带来。了解，盖在湿纸巾上面一样是，就是会保温加热这样子。哇，对，不错不错。庆庆呢？其实像我啊，刚刚就是听得到我们讲话吗？对吧？有，完全听得到，完全听得到。像刚刚啊，就像艾琳姐讲的，就像有一些人是属于气管敏感的那种人，就像我一样，我就是那种气管很敏感。平时呢，我都会多准备一些口罩啊，或者是暖暖包这样子。接下来我今天呢有带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我不知道这个大家知不知道，但是我相信拿出来应该是阿嬷的，这个是阿公阿公的，对，这是做瘦身袜的东西啊，夜间睡觉在用的。可是我跟你讲，我这一趟去了冲绳，我发现原来它不是只有这个哦，它最近还出了一款就是黑色的，不但你平时走路呢可以保暖之外，它还可以瞧你的骨盆腔，就超酷的，对这个。很厉害，保暖的，对，也是保暖的。然后他因为你知道，为了这个啊，我朋友一看到啊，马上叫我帮他带，然后就带了5-7个回来这样子。对啊，赞哦。对，因为我这一趟是因为台湾只有这个紫色的。对，我这一趟是去了冲绳，然后买了这些。然后更重要的是，我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我朋友也叫我帮他带，为什么呢？油漆粉啊，无毒漆，它看起来像油漆，油漆，可是你要知道哦，女生很爱美哦，就算冬天也要去角质哦。那她去角质说，哎，刮呢，那怎么办？就用这个，因为这个是雪盐，雪盐呢，当你在去角质的时候，你就会全身开始那个新陈代谢，血液循环，血液循环，今天是什么回事？血液循环，来出来出来，请请出来，血液循环。是哪里去角质？全身哦。就是都可以，是不是全身？真的假的？这么大一瓶，日本带回来？不够对不对？对啊，都洗衣粉。哎，这好像面粉哦。对，这么细啊。角质不是会摸起来会有像颗粒吗？妈有颗粒吗？它太细，它有去角质吗？有热吗？有磨砂的效果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有热吗？有热吗？有热吗？有飙汗吗？有热啊！有热吗？还是因为你很热吗？现在是热吗？有吗？你除热，庆庆都热，觉得热热的。等一下就会滋滋。有没有欲火焚身？对，欲火焚身。血液都整个要流起来，慢慢热，后面才慢慢热起来，对不对？前面还没有，是因为你的手的热度吗？不是，它真的是因为它本身的盐分啊，它会去带你血液里面的循环，然后加速你的新陈代谢。来，再弄一下，要继续弄它才会热。如果一停就不热，一停就不热了。哇，再弄一次。真的，但是这个其实在家要厚敷啦，这么薄敷的话只会感受到一点点热，表层。可是你厚敷的话就会非常的热，对，然后就整只手要白色。不是，那时候你麦克风给他拿高一点，他蹲，他比你高，你不要叫我。你再摸我看。被磨的过程是舒服又热热，对，因为它的盐非常的细，所以当你在这样磨的时候，非常细，它其实会加速你的热能，它几乎像面粉，它没有像一般的那个，它没有去角质吗？去角质不是要有颗粒吗？对啊，哇，味道不错，很。好细哦，对，好像那种雪花那个，对对对，这样怎么去角质？对啊，这样怎么去角质啊？啊，有热有热，雪花梅的，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，哇，可以热很久。你看哈，女人多厉害，什么都要热，什么保暖的都有，都有，哇，这个厉害。
还可以泡澡，然后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舒服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在看完女生们分享的外用保暖小物后，大家是否意犹未尽呢？而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冬季最夯的进补美食，让你发热过寒冬哦。要外敷也要内服，对，这个你们男生就我们最爱了，你们就不拒绝了。这个我们可以，这个我们可以，这个东西，这个真的，这东西省不得，省不得。那今天推荐的是什么？整个亮起来。推荐的是麻油鸡。哇！我要两碗。女生有时候手脚冰冷，我就是月子有做好，然后所以手脚就没有不冰冷。嗯，然后这一家麻油鸡呢是用老姜跟鸡骨，然后熬了7个小时，它的汤头，这汤好喝哦。对，非常厉害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那麻油鸡，而且它一定要用公鸡肉才会嫩哦。哪里的？这个店在哪？这店在三重。三重埔，三重埔，对，因为我老公住在三重，所以我现在只要每次回三重，我一定会吃，因为非常的好吃，很有名吗？在家，哇，如果再加个面线，很有名，哇，可以，这有点真的吗？麻油鸡不是应该都没有咸味吗？这有点咸，它有点，它是有加那个，它有加味道，对，真的冬天喝一碗麻油鸡，整个身体都暖起来了，对呀。你知道吗？麻油鸡真的非常好喝，汤真的蛮好喝。好哎，汤头很好喝。对，因为它是用鸡骨跟老姜去熬七个钟头。哇，好好，尤其又有老姜，这时候最赞同了。最好喝的麻油鸡非常厉害。嗯，好，麻油鸡赞不赞成？可以，你看这三个，而且麻油鸡一般买麻油鸡有苦味，它没有苦味。买这个，然后再买保温瓶装进去，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个小孩子喝也不错，因为它酒味也没有那么的重。对，但是如果你要有酒的话，你就自己再多加一点米酒。哦，它后劲有点小辣这样子。OK， 好，哎，这个冬天可以推荐麻油鸡，对不对？很自然的香味。谢谢妹，谢谢，太漂亮。接下来是许爱玲推荐的。是的，其实我觉得冬天呢就一定要有姜，因为姜这个东西呢就是可以让你的身体暖和起来，所以呢这个姜母鸭呢是我觉得是必吃的。那你看这一家呢，阿兰姐姜母鸭真的很赞的是，它呢其实它整个汤头的做法是麻油，然后跟中药包，然后再加上这个姜去炒。炒了之后呢，他再跟这个鸭子一起去煮，煮完了之后，他会再加甘蔗进去煮，所以它的汤头会甜，对，会甜，甘甜的味道，有没有？菜走了，我们可以过去了吗？可以啊，那么多。你们不是不赞成我们补吗？没有，没有，这个真的你要买保温壶来装。然后呢，它最厉害的就是里头大颗的芋头碗，对，芋头碗超好吃的。对，那个芋头丸是他最推荐而且最有名的。哎，这香肉丸好鲜甜，然后它有它的蘸酱哦，它蘸酱也很厉害。哦，这边块鸭肉谁要？那到底要吃鸭还是吃鸡？所以其实它的汤头其实等于是麻油，对，麻油鸡跟麻油鸭的意思就对了。没错，但是它里头有一些中药的食材在里头，去炒过那个姜，芋头好吃，所以它的姜也没有那么辛辣，对不对？芋头丸超好吃，它不辣，它没有像它没辣味，对。有大颗的那个芋头丸。哦，说实在一点，这个你要是买那个保温瓶把它装起来更好。对，我赞成。你在骂老婆，这样看，他装的不是这个嘛？这时候保温瓶是派上用场。真的。那你们喜欢刚才那个还是这个？都喜欢，我都喜欢，都喜欢，只要是补的，吃补的都喜欢。刚才那个是在喝的过程中很补，然后后面有点微辣，对，这个吃下去也蛮舒服的，甜味很多，甜味都出的。然后它的玉米因为在那甜的汤里头滚煮，玉米也变得更甜。哎。这是小孩可以吃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小孩也会很喜欢吃，而中药味也不会太重。呀，这个姜味也不会太辣，这也是吃下去之后暖暖包都不用了。对，没错，这跟我们一般吃的姜母鸭也不太一样。对，这不是补食补啊。好，那你带什么来？我带的是我们那个家乡很有名的阿密斯烧酒鸡。耶！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赞。好，这是阿密斯的烧酒鸡。对，阿密斯烧酒鸡是到冬天的时候，家家户户一定会有的阿密斯烧酒鸡。哇，所以这个酒是用米酒，米酒。哇，这个，而且这次都是家乡的放山鸡、土鸡。你们阿密斯这样子喝了不会醉吗？真的，我就喝两口。
其实不够，你知道这酒味，这酒不够，不够，加米酒进去。这是我在滚，一直，那是因为在滚，你们受不了这种酒。你知道我们旁边会放两瓶米酒，对，随时加。然后就是不够的人会在吃的时候，爸爸绝对说肉不能先吃。对，一定要先喝汤，然后到后面那个肉都变白骨的，汤都变白色的，因为那个它才有那个味道。对，哦、不能先。我们的吃法是这样子，到底在喝酒还是吃鸡啊？对啊，我觉得喝酒吗？喝酒吗？他已经滚过了耶。纳豆脸整个都好红哦。那真的别忘了你是主持人，你一直在吃，促进血液循环。怎么这么开胃？又是血液啊？血液循环，对对对。然后呢，原住民的长辈呢，比如说大家都在吃一碗一碗，对不对？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杯子，他会捞那个鸡酒的那个汤，然后再放一点米酒。再加进去啊，然后就热酒，喝那个。所以我这样子捞一碗汤之后，然后再加没有煮过的米酒，更够味。然后就要开始唱歌了，对，开始就是吉他就来 A 麦到天亮，前面又是火炉啊，就叫 A 麦到天亮，就是弹吉他，然后开始唱一些原住民的古调啊。嘿笑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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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不冷吗？米酒啊，小米酒。我们一家都是。